接下来要上场的是芝芙和我们的张颜齐，加油！加油了，两位，我们这组怎么办呀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是由芝芙来演，然后你来猜，你用一些国际化的表演，我们思考的逻辑都不一样。芝芙特别特别聪明，特别 fighting， you can do it， OK， 好来，加油，加油，OK，好，加油，没关系，准备，3分钟计时开始 ，OK， 哦，哇！You can use your finger. 冷，卖火柴的小女孩。三个字。三个字。 跳舞，三个字，这是什么呀？美人鱼，回答正确。好，三个字。热气球。哇 ，OK， 怎么办？我猜不出来呀。 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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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
硬护肤品，而且我用的少，怎么办？啊啊、你想想看，护发素不是、对，什么呀？护肤品上面保湿淋淋的时候，防晒什么？防晒霜。回答正确下一题。OK， 三个字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搓搓。对雪人，回答正确。Yes。三个字，喵喵喵，喵喵喵，打电话，对，打电话线，接电话，no no no no， wait wait， 什么电话是对的，电话要用的什么？电话线，电话口，喵喵喵喵，等等等等 ，wait wa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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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it， 回来回来回来。电话什么？电话什么？前两个字都对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电话用的。电话听，你听懂？手机壳，电话线。哎，你看他在干嘛？时间到，好棒了，已经来，掌声给芝芙和颜齐。Good job。Good job, good job, good job. 很棒，非常棒，充电器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我以为是什么电话线。你们组主要让你耽误了，张颜齐，真的。